跟我聊过天之后，就发现，哎，我心机很重。公车上突然间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在那里蹭，你会怎么反应？告诉他。哇哇，他会说话。哇，那他更起劲了。我就长这样子这么乖，我也没有办法呀。揪个屁呀！揪哎，还揪我！你舌头要不见了，我跟你讲，要小心你的舌头，小心舌头。来，乌有戏。好饿哦，等等收工一起吃宵夜吗 ？OK，撒娇女人最好命啊！我不假，我只是讨人欢心。哎呦，来，他们这个温柔的状态，来云七，来来。我就是觉得说，我们不是就是真的长得很甜美或怎样，但是我们就是很爱笑。我觉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我蛮相信这句话的。对，然后运气不会太差，是说你们这边运气差啦，但是皱纹会很多啊。没关系，但是我们就是也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人家看到我们就觉得，哎，很好相处，很好亲近。然后呢，会但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聊不起来？但是一聊之后发现说，哎，其实我可以聊得很开，我可以开黄色笑话，可以开黄腔，可以讲一些垃圾话，我超爱讲垃圾话的。在直播，我们现在都会直播嘛，然后直播我就想说，现在男生好像都蛮喜欢就是爱撒娇的女生，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会撒娇的女生，但是我就真的尝试做了一次，我就真的在直播里面撒娇之后，我的粉丝都跟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停了，可以了，你真的不要再撒娇，我真的看不下去，取消了。哎，你那个粉掉的比肩带还快。哎呦，他们就是现在的肉哦，你卖个安奈，卖个鸡翅，这是自然的脱落。他这个衣服可能也是他的那个撒娇小设计，这个人家反而不要，他们不要。其实我觉得最近男生越来越没有喜欢，就是像刚刚哈哈那种的，不吃这一套。对不起，但是我们今天是同队的，哎，对，你们就是男生也不喜欢太恰的女生，但是太过于可爱的也不可以，但是就是一定还是要爱笑。哦，那我觉得男生是看状况吧。对呀，会那一会有糖吃哎。对，我觉得其实撒娇也是有用的地方。你好像比较会，他真的比较会。撒娇也会有用。我觉得不止对男朋友或男生有用，其实对女生也蛮有用的。其实有时候讲就是，如果要要求对面三个有用吗？你看他们的眼神。要求一件事情。你讲话为什么音频要这么高啊？他会夹住他的喉咙。为什么要用力？我觉得。对不起，我再重新说话。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好好。就是呢，我觉得提要求的时候不一定要硬的来，有时候讲话放软也可以让人比较容易接受。比如说我姐妹，我就是要求她说：“你今天陪我去吃饭好不好？”我没有人陪我了，感觉她很姐妹，其实就没有姐妹啊，对呀。去吃会怎么样吗？会怎么样吗？对啊，最经常看到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这边想想那个画面，路边交通警察经常跟那个掉眼泪的女生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师哥，我跟你说，我有遇过警察开我那时候骑摩托车，那你就多开两张啊。我看到警察，我想说我是女生，我是学生，大学生，我就跟他喃一下，我说对不起，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这边可以，这边不能那个红灯左转，对不起，真的很抱歉。他不理我呀，他直接照开说啊，没办法，还是要开啊，这当然是要开啊，我就火上来，我说那对不起，对不起，好啊，那就开了，赶快开一开啊。有一个 bug， 因为你刚在装可爱的时候，你头是一直滴滴，对不起，对不起，他看不到你的脸，不要看，所以你要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哇，他们还教你耶！来来，林可林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教滴滴不是说就是讲话多嗲，或者是就是可能要穿的多可爱，我就是那种想要让人家有那种保护的感觉，或者是人家就想要这样对你好。就例如说，就我之前就有去那个春水堂。然后我就只有点那个小杯饮料。哦，你要讲店名出来，好厉害，没关系啊，我可以来春水堂。哎，春水堂拿那个
广告费啊。哦，我讲了。真的拿我没办法。笨。讨厌。然后我就点那个小杯的饮料，然后就店员就帮我升级成超级大杯。哇，对，然后而且就我们还有上一些小点心嘛，然后他就还桌边服务说，哎，那这个要配什么吃？然后你可以长得漂亮啊，对啊。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之前来店员都没有这样，而且是同一个店员。那你朋友这个服务生是男生？服务生会不会太直了？男生啊，对啊，这对只有对男人才有效，对女人就没效啊。人美真好，人丑就吃草啊。对，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长得可爱或是比较就是柔弱的女生就是比较笨，就是没有主见。可是很多人跟我聊过天之后，就发现，哎，我其实心机很重。会吗？会吗？对啦，没有，你不要这样，这样会哭。不好意思，可以讲，你说，就是其实还是有，就是宁可不要怕。好，其实还是蛮有主见的，就是我们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笨，或者是那么的傻白甜。我现在突然很想看林可大骂杨浩如，你想看？你有没有办法？林可，你说你有主见嘛？那你形容一下浩如姐姐嘛？你觉得她是怎么样的人？呛她，呛她，她刚刚有呛你哦，小心你的舌头，吓她，舌头收起来。舌头收起来，拔。哇，好 Q 哦，好 Q 哦 ，Q 哦。林可，公车上突然间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在那里蹭，手已经在你蹭。那你用最你会生气，然后最严肃的方式，你会怎么反应？告诉他。哇哇，他会说哇，哇，那他更起劲了。哇哇哇，再一次，不要碰我啊！不要碰我，这个不要碰我的感觉好像这个。好像对方对方够吗？再来一次，不够坚决呀！对啊，对方会坚决，欲拒还要坚决一点。如果是那个变态，我真的我其实凶起来很凶哎，你凶给我看好，比如你碰我，比如这边还碰，哎干嘛？哎呦，我凶起来其实会很凶，这还有，但他声音是可爱，他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哦，啊你呢？我会直接闪开。就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在那个捷运上的时候，真的有人就是他一直要把我卡住，然后我已经觉得不舒服了，然后我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另外一只脚把我挡住，就因为那时候捷运上人很挤，然后因为他在我的，他在我的正后面，然后我就觉得他在那边蹭蹭蹭不舒服，我要一步过去，然后他另外一只脚马上这样。哦，而且还哇，他是 dancer 吗？还这样？不是，还一个 wave 哎。把你框住，跨过去，所以他赶快脚这样子，哦，所以这样子我就过不去，等于说我会坐在他的脚上，如果我要跨过去，坐在他脚上，然后对，所以我后来就直接把他打掉，我就走过去，说我就看他了一眼，他就嗯，好。哦，他就不喜欢被看这样。他有一段影片呢，就是被人家那个酸民的，我们来看一下吧。对对对，我被酸民骂到爆。那个是怎么说？他骂你啊？哦，这个。这个影，这为什么要被骂？这个影片原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应援舞，但是是因为那件衣服的材质，哦，它很软，所以弹跳不太正常。对他们就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去做胸部？为什么会这么弹？弹跳。但是这个只是因为衣服它的质地太软了。哎呦，那是哪一种？露露可以去买啊。对啊。哎，我正想问。对啊。哎，这是我们拉拉队的衣服啦。拉拉队的哦。但是就是因为这一部就是被又上新闻，然后说什么假胸部？对，说什么胸部不会这么弹啊？不好意思，真的会这么弹呢。而且因为你不够大。而且云溪其实身材很好。我就是对。我不露出来，但是因为那个衣服整个就是你只要跳起来，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运动内衣。这应该只有一小部分人酸，大部分人还是喜欢那个影片的吧？就像刚刚宪哥跟那个点点看的很明白，我们看那个